不停蹄的第二个项目就来了。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呢，名字叫雪地三项赛。本轮比赛共计15分钟，由双方三名队员接力完成。两队第一位队员匍匐前进，将冰块运至第二位队员头顶容器中，第二位队员需边滚轮胎边将冰块运至终点，第三名队员垒冰块，计时结束后测量，冰柱最高的一队获胜，并获得韩国明星挑战赛机票，成功晋级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的雪地三项计时。冷静点啊，不着急啊，都稳住就行了啊，冷静点啊。 OK OK， 没事，好样的。因为小时候练过战术队，匍匐特别快。没事，慢慢的。小强队的队长呢，率先是离弦之箭啊。好样的，好样的。OK， 一个都没掉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低点，好 ，OK。哎呀，进到我衣服里了。好，他们掉完了，他们掉完了，没事。好嘞，好了，好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妹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稳定，稳定，别弄头啊！来，看影子，看影子，看影子，你这边有影子啊。好的，不错啊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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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特别好。哎，再来一点。好了，玩游戏这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挺 OK 的，有我在的队基本上都是赢的。